中银香港全力支持中国科研考察船深海一号、葵蛟龙号首次访港活动，欢迎仪式已经在日前举行。适逢国庆75周年，活动透过举办深海课堂跨海域连线交流活动、科普讲座、学术研讨会和圆桌论坛，等香港青年人加深了解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和海洋经济发展，提升民族自豪感。中银香港一向重视环境保育、可持续发展和支持科技创新，致力和社会各界合作，推动保育教育工作，提升大众保护自然生态意识。